也顺庆姊妹来读经籍的正道经文，然后请牧师来正道对目，经籍的对目是红井的草梁。回到牧师弟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主日要证道的经文是《路加福音》第十章三十八节至四十二节。他们行路的时候，耶稣正进了一个村庄，有一个农人名叫马太，接他到自己家里。他有一个妹子名叫玛利亚，到耶稣脚前坐着听他的道。马太死后的时多心里茫乱，就进前来说：主啊，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死后，你不答应吗？请吩咐他来帮助我。耶稣说：马太，马太，你为许多的事使你烦躁，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。玛利亚已经选到那上好的福分，是不能夺去的。这是基督的福音。赞美主，哈利路亚。感谢天父上帝的恩典，让咱今日的家人够多谢灵主母来敬拜，我特别欢喜，替你回答个回答，你要多谢灵个，跟咱主母敬拜，咱感谢天父上帝。今日是咱教会所换拜个双价个布道个组织，我希望大家明白一件事，就是只要组织呢，唔是单穿着金日着双价个布道呢，是提醒人。让信徒让教会就日日双加，日日布道，时时刻刻处处让着双加，让着布道。所以呢，这个世界如来如资料开始，大家知不？那世界如来如资料，这个世界如来如无平安，唔单是这个冠状病毒，近两年过三年来，使个全个世界咁样。死了一个人，也真多人真艰苦，还有其他的病毒呢，一只衰衰的蚊蚊，使到人新加坡三四十年无对这个蚊，其唔虽然唔是那束手无策，但是呢，不能推掉这个骨痛热血这个症状是如来如严重。人实在是渺小，世界的问题人无法解决，政治无法解决，经济无法解决，社会改革无法解决，只有耶稣基督的福音能够解决。所以人走阿达，这个双加个布道的组织，唔是听金正恩的双加布道的，是人时时刻刻处处人着双加。让着不倒，让着去崇拜，虽然人无遐多，但是我每次来到这灵的小角，呾着酒味真重。我唔知恁感觉着袂？我想咱这个个同工，甲弟兄姊妹，咱个单位，咱各样工作，这着酒腔真好，真听着真舒服啊！又能够听林建豪老先生，哎呀，能够听这个过百岁的老人用吊酒曲来唱这个声势，把声下来把一个精力唱出来。我跟你打世界波，
离开这个出来，我说到登山后又无别回了，我们这个车流出去，用流出个福音去，让真感谢上帝，让我较好个机会，所以我答，让这个潮州味真重，让我特别向新加坡有几十万个潮州人向人传福音。你当爱牧师，我未讲道理，我未做什么见证。你好好接待人，用爱心跟人来往。我甲底下这么答，用爱心跟人来往，就是上好的见证，就是上好的报道跟图解。所以，大家今日当做完礼拜之后，能感谢天父。施福本人，祝福人之外，人无唔记得，人着将主耶稣基督福音来传出去。人无变个人讲道，人变请人来，人教会个，确实。如果人无变，伊人无欢喜来，那教会个，你请伊去来来个，食不得，食个急。关喜好个时候，就只那教会啥人做啊？教会庆祝节个呀？什么中秋晚会啊？伊人欢喜，个人做不来。我想人先做好这个耳鼻的工作，做一点祝福人所做的工作。今次我接到教会个这个行快表，我选读这个路加福音第十章38到42，这弟兄大家上好个福分，也大家人着做你哦，得着这个福分。如果人无完整掉的，那个心无完整掉的，无整落来，聆听主的话语，来思想人家的服侍，思想人家的生命，人就失去这个上好的福分了。今天经文打到马太和玛利亚姐妹两人，多多觉得先经文打到，这两人，人要有服侍。当然都是不安，但是他们的方式不一样，人教会来不要紧路况的人，人都在领人做不敬拜，有人说欢喜老家要做这个要做那个，有人呢弯弯坐坐听到祈祷做见证。我想真路正的人都教会来面都需要，但是都在领主要说给他特别提醒人家，当人服侍的时候，人实在也莫忘记，人着甲主亲近。甲主亲近，是着完整着主的面前个，听主甲人答话。注意底下姊妹，心如果未整着话，听话就听不落。平时人答，三道有么，多不一粒落去。三道有么就在，哇！无变神开始，多播一粒落去，所以呢，是因为那心未完全的顽固，能够听到，能够听明白、听清楚，然后就心完完整整，心完整比嘴完整就更重要。同在其实我走落来的时候，听到人教会到崇拜之中，你也真为了讲完完整整。是真好个榜样，也是真好，是耳鼻敬拜真好个做法。我今日好在你在，我去别来西亚国参加这个教会个崇拜，许种个牧师，那许种个未做牧师，我到讲杂个时候，一旦你是牧师个囝，你又会讲到啦，就拖下去讲到，或者去讲到个时候，哇，老板登来杯。比巴萨话老杰，你在巴萨个歌比人做老杰呗？哇，真声音超超声真在！哇，真只团的响超杂界来拜登。那牧师到时间到的时候就看了这个，呀点，那茫茫会整只点点落来。我跟你讲，哎呀，这世界敬拜。因人无耳鼻那心，无弯在心来听到，做你听会落呢？做你听会明白呢？
这项走法提来让诸位净化一下，我个人啊净化，是让这个净化该崇拜该方式，耳边人来连接来赞美主，来向主祈祷，也来听主爱个人担什么该。唐太那所学一段经文，大家只这门哦难解过世，阿姐好懂好懂，这个门换者，但伊换者唔是伊无惊懂，伊换者个心，伊如今注意耶稣基督，伊担什么解？伊需要什么解？这段经文不难看到。马太死后的士多心里茫然，或者是要弄到教会里面热心的时候，那给他哎呀，做这个，做那个，命那个。当人有时候为了热心做这事，做那事，但是心里面没完整起来的时候，有时候人就没办法听清楚，主跟人打什么的，也同一辈清楚教会的需要是什么的。弟兄姐妹的需要是什么？当我们弟兄姐妹到位的时候，我们会明白他的需要了没有？或者你在我同一条之间，尼托夏牧师他所写一本书，主感恩的世界，这本书来帮助提高他，哎呀，要听人到位，要听清楚，听明白，没有过。所以你没有过呢，不但是我们自己有心听还是没心听之外，我们有智慧听还是没智慧听之外，还有呢，有人给你这些答案，其实一心里面不是这些小的，确实就是，我想那个人到位的时候，我明悄悄，明悄心里面不悄，确实，我想让可能来往到位的时候，有正在表演的圣风都启动，无打正式的话，爱打这个，打这些话，其实个意思是遐个，爱做你听清楚、听明白，实在不用改。那第二句话就讲啦，话无变还是，话无变字无请，你个就写落去啊，写得不很硬哩，你去请请这个。如家如老爷，那还是这样的。所以字没请，话没变。这里话没变呢，一旦这些有事，你改变的时候就无变清晰，往窗外、白往来意思变过去了。所以这古人让一再让后生小到教会里面玩游戏，闯这古人。并头完头一个人，头个叫尾一个人的时候，哇！头个叫尾，唔知变到什么个去开始。听话不要改，爱明白猜到那个底下前面个需要是什么个不要改，就会那个心能够弯弯正正落来，就会听明白。对于主要所讲到个道理，听到的是咩没有？等人来教会的时候，如果人心未正。人就没办法好好听到。我问大家这个，人来到教室中开始已经差不多三十分钟了，这三十分钟来半，你的心出去口没一个字，有吗？啊，你的心出去口没吗？想今天吃什么的，想你的孩子，想你的孙，想吃想那个，或者想那个这样想，等到这样想的时候，那个心没到这灵的时候，人就失去好在该为个，所以人求主帮助人，应该学习这个完整。大家在这个马下个礼拜好这个玛利亚，有主要所基督的母亲玛利亚，哦，这个到主要所基督，伊到爱离开世界之前。是这个玛利亚，就是这个马太和他的兄弟都结婚来搬过，
伊为耶稣基督做一个美好的工作，伊把世界尽归两界向过来向奉耶稣，过耶稣基督个脚，然后用伊个头毛去摆一个手伊个脚。后来消息说，耶稣基督叫拉撒路死了复活之后，玛利亚就过耶稣。但是到路加福音七章呢，有那个另外一个玛利亚，伊是个犯罪的人，伊犯罪的人，因为耶稣基督释放伊，赦免伊的罪，伊也真感恩，伊也用这个真贵重的香膏来膏耶稣。所以那个玛利亚，那就分别过来。这个玛利亚呢，马大甲拉撒路个阿妹，还是阿姐，是这个。完完整整到主面前来听到来侍奉个玛利亚，我想咱就学习，无论一个玛利亚，咱都得学习。只要罪人悔改，得到主耶稣基督个释放、个赦免，咱有同样个经历，咱也得用上好个来奉献奉耶稣，个这位玛利亚来没有。今日人徛到新加坡这地方，过，作为弟兄姐妹，其实人爱换者落来无遐贵。我唔知大家每日只有做段时间，能够换者落来。门去起来的时候，做工的人就赶去做工了。新加坡人个啊，根据接触国际界研究人报出些报告，新加坡人个工资个压力。是全世界头一个，人家领税，讲究效率。等讲究效率的时候，就是竞争的时候，就大家拼命了。大家拼命的时候，时间未够用，所以新加坡人不但是金钱未够用之外，时间也未够用。等人时间未够用的时候，人是否有时间？好好到上帝面前完整祈祷，读圣经，来完整来思想呢。我实在是人必须学习的。我会相信无人，一个崇拜的弟兄姐妹，我相信人好多人都已经通晓了咯。人无其他放荡的时间，让人直接拼来拼去。人有给他做时间，可完整落来。我鼓励诸位。每日只有一段完整的时间，到主面前，好好读圣经，好好祈祷。到祈祷之中，所以听主跟人打什么个，我真欢喜这些个听书。那个主哪位爱跟打什么个呢？那所以听主爱跟人打什么个？等将来好多读圣经之中祈祷主呐，主啊，求你帮我智慧，帮我完整，好好来听那个话个。能好做圣的祈祷，但是能如今到能听完主的话语之后，能就实现这个，能听了主的领受了主的话语，那个主当什么解呢？那求主什么解呢？这是如今有智慧的做法。人新加坡人到这生活慌忙无完整的时候，人实实在在是需要完整落来。但是事实上，现实的生活实在是不相关。倘若我打到这个工作的人，一人真唔爱，一人真拼命。当个人年老的时候呢，这个疼，那个疼，人家己一寡话健康地位，那个老伴可能也需要人照顾，或者时候照顾老年人这个人，也帮人尽这个压力，帮人尽做个防潮计。气氛，那实实在在需要主来帮助人。主人到教会来办有侍奉，我上教会来办个侍奉，也帮人带来一撮压力，也帮人觉得那哎呀，这个工作就该做好滴喂，爱做你要做。或者是有人为着义务个工作，义务个规划，那就忙乱了。我晓这个岗位接了这个岗位，这个组会接了另外这个组会，使到人无变安落来，
好患者来思想，或者你将我读这个老风一本，一个字，一来我就讲到这个故事，讲到这个桥边人，话桥这边走，这边走什么？你老路经过这个门，咱个门口，哎，桥边个，你要走开这个，一个打这里打，一旦你卖门话了，你门话就卖了。人生有冇人善想嘅出生哦？哎呀，生活嘅执着精咩？等人坐这个 MRT 地铁没有开始，到站嘅时候，这个站过这个站过过这个站，哇，精咩在过去？你来再离开去第个呗？人就好好来改善，好好来完成。教会的时间是最重要，人个人的生命是最重要。我非常希望作为今日这件事，你们说他牧师啊，我始终已经六十了，已经七十了，已经八十了，还各位什么概念？作为弟兄姐妹，如果你好马吉的话，好好各位马吉按照你过；如果你好美丽的话，好好各位每年就按照你过。如果上帝帮你给十年呢，你们十年日日阿道会日日吃咖啡，阿道会吃咖啡这个就过去了，再过就五年十年。但是如果你好好各位的话，日日十年五年十年，好做正确的事。所以我非常希望注意弟兄姐妹，别想到老了免各位免做你要怕死，上帝老从人的生命正直，就好好用这正直的时间，上帝帮你继续你就好用这正直的时间。大家会知道正直三百六十五日好做正在正在的事，如果人无过月掉诶，那就叫人打你这个麦，一年就过去了。人要做你要来过月呢，底下怎么？人需要换钱，换钱到主诶面前一个，求主帮助人学习换钱，等到人成就换钱个人。那他这种个流行音乐，卡高卡落开始，乒乓球了摇来摇去开始，袂正啊！那个社会是一个无完整个社会，求主帮助人，也坚定完整本性不是目标。我真的，完整本性不是目标，乃是用这个完整个方法来。达到好好听主的话，听自己来心里边的话。我真的，人要听主的话，也听人来心里边，给人担什么解？也听人周围的人担什么解？所以人的耳来听主，也得听自己，也得听人周围的人，听人的丈夫，听人的妻子，听人的爸母，听人的子女、子孙会，听人的朋友会。当人这些患者的时候，人就能够如今好改，再到灾难这种所徛的地方所处的处境，人的目标、人的任务是什么改？同周围大口人也得做好这个布道的工作，同福音的工作。人家做你跟人的朋友、跟人的厝边、跟人的亲戚有一个好的关系呢？诸位弟兄姐妹，动摇该是多用那个耳，多用那个心去听。那个厝边、那个亲戚朋友，有懂和来帮呢，有好侪孤单孤独的人。其中真少人爱听人别人道话，晓得做你听人道话，道话人做呀。听话人少，求主帮助人，帮人有智慧，
能够听那个出名那个灵舍的那个话语，作为那个好朋友，那听明白小灾那一个需要，那就能够照着那个需要去说服的人，去引导的人，这是上好福音传福音奉献福音的方法。所以换者不是让什么事都不做，换者是让主民在让听清楚主跟人打什么解，或者是帮人有机会到这个世界来生活、来工作、来帮助人、来爱人。一人行步，会跟他提起几件事。耶稣基督当年跟马太打，耶稣双道的，不是上好的福分。这个上好的福分呢，是玛利亚已双道了，求主要帮助人，因为人有能够完成落来王国，人的服侍给国家人民，人终将能够完成落来。这方面服侍，有服侍的时候，有完成的时候，有完成独处的面在，就不能服侍的灵力，服侍的力量。如果没完成独处的面在呢，那就无失去这个完整的地，这个主本人的智慧，甲主是本人的灵力。主耶稣基督提醒马太，不可缺少这件事。玛利亚已经双夺那上好的福分，是不能夺去的。伊坐在耶稣基督的脚踭，听主耶稣基督的讲道。耶稣基督的话语，带着生命，带着智慧，带着灵力，这是咱每一个人所需要的。求主帮助人，到这个无完整的世道，人无完整的习惯，求主帮助人，好好来操练，好好来学习完整到主的面前。让人时刻蒙起起来的时候，人换一个片刻到主的面前。有人打人年老的时候，蒙起起来的时候，没滴滴就变起来。那做的名称过，做起来之后换一个，然后换一个祈祷，换一个思想，这个人爱做你过，这个人爱做什么事，祈祷主受福人。过了这段时间起来之后，就平平安安了。没事也是平平哟。即使能能够有这么长时间，我这都住个面在，他那诶，时阵跟一道爱一道爱搞了啦。诶，过时间按怎尼做？门起个时间怎尼按过去了？任何检讨，任何思想，底下怎么，咱就能够得到生命个智慧。生活的智慧了，个人的生活是这生活，那个亲戚朋友的关系、出面的关系、教会底下层的关系也是没有。何为让我完整到做民众思想检讨，那就失去了智慧。等那失去了智慧的时候，那就用过出差错了。求主因此帮助人，帮人学习智慧，啊，学习。或者也操练这个或者能做不来祈祷。感谢天父上帝，把这段宝贝的话语来释放我，帮助这个嘈杂慌忙的社会和日常生活里面，帮我提醒我，帮我能够学习完完整整到主的面前，来聆听主耶稣基督帮我的指示和教导。求主帮助我，因着我能够有这些的操练，我能够重新得力，也得到生命的智慧。当我个人复兴起来的时候，教会也就复兴起来，
用这些仰慕祈祷，求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